十三本只有两个王怎么打联赛？十三本差不多的吧。哎，你蛮王永王怎么不在呀？闰土十三级，这咋打呀？号主听到我说难打，于是说保二就行，但人家好不容易扫上马，我肯定是奔三星去，对吧？保二就行，我觉得能上的呀，说实话。对号打个天女吧，天女狗球怎么样？兄弟们，这个投石车是可以爆本的，带一个地震触发大本，但投石车后面并没有爆本，差点让我裂开。这边是几个呀？一二三四，四格，四格天女是可以隔墙爆鸟炮的，天女下九点吧，是三点吧，三点。这里开墙往上走的话，这里开墙进去，不就是少两个英雄吗？许哥什么世面没见过？许哥是打过世锦赛的男人，打这个十三本的号啊，那真的是随便打，随便三星。然而我没想到，用脚都能三星。哎，你超炸都没有啊？没超炸，城墙居然开，但不想打也得打，毕竟狠话都标了。十二个炸弹人，好吧，一个狗啊，带个龙宝，三百单位啊，气球带二十四个，苍蝇要带九个，十个，超个人强化不？超蛮强化吗？超蛮、超攻、超法，超蛮吧，超蛮吧，两个超蛮，三狂暴，一结束，一毒药，一冰冻啊，带个地震触发大本，买一个超级气球啊，不要全部带气球知道不？带一个超级气球，他那个投石车裂开可以去探陷阱，不要全带气球啊，全带气球那个气球遇到红雷直接死了。然后狂暴 OK， 随后造好兵，我就开始了操作。小心援兵，这个地方没事啊，一个老六先震一下，能断一下。女王的话看样子是往上走，女王进去，别歪，哎，援兵，还好，投石车好像爆不了本了呀，这边再补一个气球啊，我得下兵了。开错了呀哥，他没援兵吗？有机会啊，女王把我们这个投石炮扛住了。极限所选女王，删了，请把666扣在公屏上面。没有永王，没有蛮王，也能打三星。你永远要相信你雪哥，这闰土还没死掉。极限所选，看到没有？闰土就是不死，这不渣渣阵嘛，对不对？这种阵以后千万不要用，我跟你讲。你妈的，让个永王，让个蛮王还能三星。